就係我哋喺美食呢個晚飯之前咧，咁因為咧我哋今日咧有39個人啦，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咧都係半認識半唔認識啊，咁所以咧就我諗住咧就話由師兄輩呢一台開始咧，大家自我介紹一次，咁咧我俾個麥你哋咧，你哋咧就講一講自己個名，咁你中意介紹下自己都得嘅，咁但最緊要要講個名啦，因為我哋咧嗰啲師弟妹咧都希望咧認識下你哋咯，好唔好啊？咁我哋由師妹開始先啦。我係叫做杜燕婷，我姓杜嘅，不過仲有一個人姓杜，同我姓啊劉太係啊，同姓三分親啊。喂，杜皮膚係你細佬喎。杜皮膚唔係杜哥威啊，杜哥威。杜哥威。係正頭。我係韋基雲，我就好冇記性嘅。見到你哋咧，最好你每一次上台提下你啲個名，咁我就多啲記得。叫我黃永傑，我冇簡單冇記性。我係湯敬達，係，hello， 啊，我係黃貴傑，叫做天才，啊，輸中海嘅，我係莫耀華，就以前就做公務員，而家就係教太極嘅啫。有當攤嘅。我前咪兩字，前咪咪咪，最好前咪咪咪。我叫黃華，多謝。獨家弟子啊，馮炳根啊，係黃華啦，獨家弟子。我都係啊，傅作偉。歡迎何慶忠，我係何慶忠，張美玲嘅主持人。好啦，我哋去第二台啦。今日第二台我教授開始先啦，因為你就係輩份最高噶啦，喺呢個台。係啊，咁咪聽我更加冇記性，都唔記得自己咩名，我叫咩名啊？我係劉偉成我。我是劉太，我是黃露莎，我是阿媛跟我太太我女拉蝶。嗨，我姐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謝子華。我是朱文英。我是黃鴻坤，我Grayson。我是宋太 Hobbit， 我是 Cameron， Michelle 林快明，我是行中的 Andy。 好了，现在就再去第三台了，第三台呢就很多人生一半，所以呢我们要猛地找一下哪个是最我叫洪美儀。Hello， 我是洪少強 Kenny。 我好難。我是何太。我是 Helen。 多多指教。我叫何竹君，叫 Brenda。 我叫張兆，英文名是 James。 我是 Michelle 黃翠鳳。我是 Samuelson 李祖雄。講得完，咁我順便介紹埋我哋個今晚好幫手嘅攝影師，就係Dennis， 影下自己啦。自拍。仲有我老婆 Cody。仲問我啊？咁我哋就